是如一夜，偶然你也会想起那一段清清的日子，总有一些值得回忆。陈志颖先生，我们发现你拥有29克的可尔卡因，刚好29克，要是30克的话，你就被配判死刑了。那边都不需要了，那么可卡因那边都唔记录黑了因呢，所以根据法律呢，我马上就判了死刑了。